刚刚。就是另外一个屁股痛，我腿都跑软了。我跟你说了，我这次好的，我们没出去。我跟你说嘛，真的好黑人哟，我跟你讲。医生直接说，你来晚几天来，人就不在了，可能。真的，我觉得从来没有遇到那么恐怖的事情。我说了，我真的，我觉得这次你要感谢我，你说啊。嗯，对的。本来我是要出去耍的。对，差一点就走了，我一直稳到起没走。对。去看的时候，我没看出来啥子，我也没啥子不严重。我看不出来，我是体检看，我说没啥子的。他本来就在外头，他外头看出来就没啥子那种包的，但是是一圈都是嘛。啊。一圈。那个开场的医生不是说是痔疮吗？他就喊把他带到高头去看的嘛。开场都看得出来，查的就是耽误了病情。已经耽误了他了吗？没事，现在救回来就好了。好了，朋友们啊，我们就先休息了，明天再下去。爸爸再见。